嘿，hey, 你好，欢迎回到 Axon。OpenAI 的周末狗血剧啊，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悬疑剧。因为他的首席科学家伊利亚，就是大家普遍认为把 CEO Sam Altman 赶出公司的那一位啊，突然之间发了一个推特，表示他非常的后悔。而更加蹊跷的是呢，他还在一封 OpenAI 的员工要求董事会解散的公开信上面签了名。这还不算完呀、啊，后面还有更加出乎意料的结果。 这仅仅是一天的时间，OpenAI 的这个事情千回百转、曲折万分啊！越往后面越精彩。当然，大家先不要着急，我们还是按照时间线来把这一天之内都发生了什么事情给大家捋一遍。好，咱们开始。好，在我们上期视频发出的时候啊，s a m 奥特曼呢，他正在准备要跟董事会进行谈判。谈判之前呢，a 门奥特曼还发了一个推特，表示他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这个。 也就是他手上拿的这个访客的工牌，到 OpenAI 他带的是访客的牌子。当然，我们并不知道啊，当时并不知道他说这句话是因为他要重返 OpenAI 了呢，还是说他以后再也不踏进 OpenAI 的大门了。很明显，整个谈判进行的并不轻松。The Watch 的这篇报道呢，就提到《纽约时报》一整天都在关注这个谈判的进展，他们还派了一名记者呢在大楼面前驻守，所以他们都知道呀。 OpenAI 他们谈判的时候都点了什么样的外卖？点的是波霸奶茶和麦当劳。到下午的时候，OpenAI 的高管们调集了资源，这个资源就是十几杯饮料，然后后来又是半打的饮料。到了下午六点多的时候，又拿出了 Star 麦当劳。可见他们这个谈判谈了多长的时间啊？大约是在凌晨十二点。大家注意这个时间是东部的时间，凌晨十二点。那彭博社的报道呢？ 当时临时的 CEO 米拉正在试图重新雇佣奥特曼以及总裁 Brockman 但是呢，董事会试图替换他来担任 CEO，因为董事会的成员呢在寻找一位新的首席执行官来接替奥特曼。很快啊，这个消息就出来了，大约也就是在十二点多一点的时候，十二点十几分的时候，艾米就发出一个推特，这边我转推了他的推特。 OpenAI 的董事会已经聘请了艾米特·希尔担任首席执行官。艾米特·希尔是 t i h 的前任首席执行官。那这首说明谈判也破裂。好，紧跟着 The Watch 的报道也出来了，然后很有意思的提到了这句话：如果你一直在跟进这个事件的话，这是三天内的第三位的首席执行官了。这首是东部时间的凌晨十二点。好，那接下来到了凌晨两点。 微软的 CEO 萨提亚呢就发了一个推文，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推文是两点五十三分发出来的。他表示：“我们对 OpenAI 的合作保持承诺，我们期待着认识 m 特西尔以及 OpenAI 的新的领导团队，并且跟他们合作。关键是我非常激动地宣布，Sam Altman 和 Brockman 呢跟同事一起加入微软，领导一个新的高级人工智能研究团队。” 好，这就是 OpenAI 的新的 CEO 埃米特希尔刚刚上任两个小时之后，微软 CEO 就表示，Sam Altman 和 Brockman 将会加入微软。好，下面是伊隆·马斯克的一个回复啊。现在他们将不得不使用 Teams，微软的 Teams。伊隆·马斯克呢，当然他是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那突然想到啊，老马会不会是在很久以前就提前的预感到了这一天呢？所以虽然他创立了 OpenAI，后来又因为微软而离开。 那我一直觉得马斯克啊，确实很像一个是从未来世界穿越回来的人。好，咱们言归正传。那对于微软 CEO 萨提亚的这个推特呢，很快萨姆奥特曼就进行了一个简短的回复，说使命继续。那接下来重点来了，萨提亚对奥特曼的这个推特进行了一个回复，回复中说：“我非常兴奋，你能加入作为这个新团队的首席执行官。” 这是比较重点，首席执行官。我们对于如何给予创始人和创新者独立的身份和文化，在微软内部建立了很多的经验，包括 GitHub、m o j i n 这是 Minecraft 的那家公司，以及 LinkedIn。我期待你也能够做同样的事情。那从 Satya 的这个回复上呢，其实就可以看到了，微软可能是要给 Sam Altman 他们创建一个新的独立实体。 一个独立的很可能就是一个独立的子公司，类似于 GitHub 或者 LinkedIn 这样的实体，所以他这边才会提到 Sam 会作为新团队的首席执行官。在 The Watch 的报道中也提到了，微软的 Microsoft 它通常将 CEO 这个头衔呀、啊，留给像微软的 Gaming 游戏这样的大部门的领导，或者是像 LinkedIn 和 GitHub 这样的收购公司的领导，因为像奥特 t m a n 这样的人呢，很难相信他会给人打工。 所以呢，微软投资共同再给他建立一个新的公司，独立的实体，我觉得倒是一个合乎情理的结果。这是不平静的一个晚上。那四点的时候呢，新任 CEO 埃米特就做出了推特回应。这位就是 OpenAI、e、的新任 CEO 埃米特希尔。那他的回应说的是什么呢？发了一个长推文进行了回应。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千载难逢的机会。 所以，他仅仅是经过几个小时的思考，就接受了这个邀请。首先，请大家放心，ChatGPT 还能正常使用。然后，他给出了一个为期三十天的三点计划。这三点计划也很有意思。第一个，聘请一名独立的调查员来调查整个事情。之后，就是跟员工、合作伙伴、投资者交流啊。然后呢，在整个改革领导团队，推动组织变革。 这是他那边时间的凌晨一点，然后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明啊，董事会并不是因为对安全问题的具体分歧而撤换了 Sam，他们的理由完全不同。我不会分到在没有董事会支持商业化我们的出色的模型的情况下来接受这份工作，这就表示这次 OpenAI 的这个事件啊，跟安全性、AGI 的安全性以及是否商业化是没有关系的。 这并不像大家想象的，是一个商业化和非商业化之间的一个对立，所以它实际上就说明了安全和商业化并不是他们董事会的分歧所在。好，这是其实是第二天了，然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推特来解读了希尔发布的这个公告，提到了其中的一点，董事会聘请的那个人想要调查导致他上任的董事会的错误，这个很有意思。坦率地说，这是一个明智的举动。 因为希尔在他的三十天的三点计划当中，第一点就是他要调查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嘛。好，这就是二十号凌晨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山姆奥特曼加入微软，新的 CEO Emter 希尔上任。三天时间，三位 CEO。那在接下来的事情的发展呢，就越来越有意思了。首先，在二十号凌晨五点的时候啊，米拉就是当时接替山姆奥特曼的临时 CEO，原来的 OpenAI 的 CTO，发了一条推特说。 OpenAI 没有员工就一无是处，然后很多的 OpenAI 的员工都在转发这句话，而 Sam Altman 呢，就给每一个人都点了一个心。好，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Sam 的 Twitter，很多员工都在重复这一句话，而 Sam Altman 呢，给大家都送上了一颗爱心图标。然后这边还有 The Watch 的爆料呀、啊、，OpenAI 公司的员工开始公开批评公司的领导层了。 贴了个帖子的截图，但是这个推特呢，后来已经被删除。接下来非常蹊跷的一幕就发生了呀！二十号八点一刻的时候，早上八点一刻的时候，首席科学家、e、Ilya 发了一个推特：“我对我参与董事会的行动深感遗憾，我从未有意伤害 OpenAI，我热爱我们共同建立的一切，我将尽一切努力重新团结公司。”很快，Sam 奥特曼呢就给出了三个爱心的回应。 那接下来的新闻就更加夸张了。OpenAI 七百个员工，其中的五百零五个人给董事会写公开信，要求董事会辞职。这是八点五十三的时候的消息。关键是公开信当中还有米拉，就是 CTO，以及伊利亚首席科学家，他们两个人的签名赫然在列。到了十一点的时候，上午十一点的时候啊，已经有六百五十个人。 哦，这边一共是七百七十个人，已经有六百五十个人签名了。那随着人们开始醒来，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凌晨一点半之后开始，两个小时之内就有五百多个人签名，这个简直是太疯狂了。所以我就觉得，这简直就是靠建新群来踢人嘛。就跟你在微信群里面，你要想踢一些人，拉上另外一伙人出来建立一个新群，就等同于把那些还留在老群的人给踢了。 那这边给董事会的公开信呢，我翻译成了中文，写在了这里。我们大概看一下其中的重点。首先就是对董事会的批评啊，您的行为明显表明你没有能力监督 OpenAI 等等。尽管多次要求提供有关指控的具体事实，但您从未提供任何书面证据。他们还越来越意识到你无法履行职责，并且以恶意进行谈判交涉。好，领导团队，你目前唯一一条路就是辞职，然后。 组建一个有能力引领公司稳定发展的合格的董事会。之后提到，在你做出最初决定的两天内，再次违背了公司的最佳利益，替换了临时的 CEO。这句话比较关键啊。您还告知领导团队，允许公司被摧毁以符合使命。这句话感觉很蹊跷啊。允许公司被摧毁以符合使命，什么样的使命？什么样的使命允许公司被摧毁？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那好，因此呢，大家表示在这个地方签名的人呢，会选择辞去 OpenAI 的职务，并且加入由 Sam Altman 和 Brockman 运营的新宣布成立的 Microsoft 子公司。哦，这边已经提到了是 Microsoft 的子公司。微软已经向我们保证，如果我们选择加入这个新子公司，将为所有的 OpenAI 员工提供职位，除非现有的董事会成员辞职，并且委任两名新任独立主席。 并且恢复赛姆奥特曼和 Brockman 的职务，否则我们将立即采取这一步骤。那这时候不知道微软是不是都要笑醒啊？直接就相当于要把整个 OpenAI 公司给全部给拿过来了。那这时候肯定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啊。那欢喜的自然就是，虽然奥特曼还没有出现在微软的企业目录当中，微软的员工已经很惊喜的知道了，赛姆奥特曼即将加入他们的行列。 但是呢，事情似乎并没有就这么简单的落幕。最新的一篇 The Watch 的报道呢，表示 Sam Altman 仍然在努力重新担任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The Watch 的这篇报道表示啊，Sam Altman 在被 OpenAI 解雇以后，转投了 Microsoft 的意向呢，还没有最终确定。他和联合创始人格雷格· Brockman 呢，仍然愿意回到 OpenAI，前提呢，就是让解雇他的那些董事会的成员离开。 那接下来在二十号下午的时候啊，奥特曼呢发了三个推特。首先，OpenAI 的领导团队，特别是米拉、Brad 和 Jason，但是实际上是所有的人通过这一切做得非常出色，将被载入史册，非常为他们感到骄傲。紧跟着二十七分八分钟之后，他又发了一个推特：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坚定和专注，我们都会以某种方式一起工作。我非常兴奋。 这里面很奇怪的就是某种方式是什么方式呢？一个团队一个使命，一个团队一个使命。那最新的一个推文呢？萨提亚和我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确保 OpenAI 继续繁荣发展。我们致力于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和客户提供完全的业务连续性。OpenAI 跟微软的合作使得这一点非常可行。好，这是目前已知的最新消息了。最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结局呢？现在看起来还是扑朔迷离。 不过呢，首先，AI 的发展不可能停滞，这个事情已经不是某一个人所能决定的了。即便是 Sam 奥特曼也好，英伟马斯克也好，这不是某一个人所能决定的事情了。另外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对 ChatGPT 呢还是充满了信心。那还有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也多次都说过呀。虽然我很喜欢 ChatGPT，很喜欢 OpenAI，但是我从来不愿意它是一家独大的。英文马斯克呀，谷歌巴尔的呀，Cloud 呀，你们得赶紧的。 不敢说你们能超过 ChatGPT，超过 OpenAI，至少你们要赶快跟它站到同一个水平线上。这样呢，我作为广大的用户，我们才是安全的。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有新的消息我们下次再聊。我是 Exton，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请帮我点赞、评论、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咱们下期再见。